好。哎，我整个人像熬完了，上头就刮骨啊。黑的很差。啊，这个我也不一样，不一样，那个不一样。他变的没不一样了。哎呦，哇，紧了。嗯，哇。啊，那是高了呀。三楼的。哦，不听好。不是这个。我是狗，里面水洗，这边是冰的。哦。我是狗，这不有老鼠的。我脑袋都摘掉了。我跟那人冰的，我跟你多年纪还老看，出来拢白人的了。我等你老去家拍家招呼。无人在住。阿婶啊，进门者哦，阿家够有招什么人哦？你是准备要住外久？明仔载要从啥？水电哦，之前我就去停起来了啦，明仔载我就去跟人来清楚了哈。水电就免无来啊！啊，这厝已经够啊，话无人住，我想万免拍算这个钱啦。这阵子房价哦，还是发生过什么代志？无，哪会拢无人敢来住？这个早孕哪会这样啦，那妈妈这么多问题，但真是啊，这储水啊就麻烦你一次也不清楚啦。啊，这四样事情啊，你问我们早孕就好了，同事啊你就要问我啦。我真的没看过啊，这么没路用的老爸啦，那麻烦事情都要叫早孕处理。所以蔡先生回答我的问题。好啦好啦，搭这间厝吼，本正是要给阮后生住的啦。后来伊就结婚，就搬出去呀。啊，我吼转甲这间厝去找人啦。啊，前前后后嘛是住袂少人过，您放心啦，无代志啦。哦，好啦，阿爸，储水钱哦，会用给伊啊。哦，好。这储水钱哦，一个月是800啦，啊无含水电，啊搁吼都爱两个月押金，加加起来拢总是2400啦。啥？啊搁押金哦？啊你之前也无讲啊？啊你之前是伫个厝诶做生意哦，啊这上基本诶代志你也毋捌哦？唔系哩啦，我总也叫毋捌千外块尔，还小参详者啦。当作我才是你的菜市啊，伙计，已经无比这较俗了啦。这拢总1600啦，啊无就当作奖金啦。啊，储水吼，我就予恁三工的款项，三工若无钱吼，我就要来唬人啊。送啊，莫管伊啦。重新买哦，把厝价提去抵押，但上无即摆阁有一间干妈店啦，
阿母哦，妈为的，妈妈为了终极，她跳死。啊，大舅妈啦，莫嘛走去啊！快叫出去阿母家的老根耍的。阿爸，你莫哭啦。大概一口就讲起来过多代志，过去就过去啊。但即马应该重新开始啊，无是安怎？大舅妈是安怎？你看你什么声？奇怪嘞，这也带无几户人呢，谁来遐闹事啦？阿爸，我明仔载搁要上课呢，奇怪啊！
漆黑的夜晚竟悠悠地传来哀怨的女人歌声，除了扰人清梦之外，听者应该无不心惊胆战吧。人的命运如果可以选择，谁都希望自己的家庭是金屋银屋，若不是迫于无奈，又有谁会愿意住进鬼屋？然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穷途潦倒的水坤被女儿带着住进破旧公寓，看似跌到谷底的人生竟会因巧遇隔壁的芳邻而出现连他自己都料想不到的大逆转。隔壁住的到底是人还是鬼？背后又隐藏着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当水坤闯进这个阴阳纠葛的人伦悲剧之中，情势发展却全盘失控，谎言构筑出的表象背后竟是人心最隐晦的黑暗面。在这原该平静的仲夏夜晚，邀请聪明又大胆的您跟我们一起抽丝剥茧地挖掘真相，提心吊胆地向鬼屋挑战。阿爸，带你头家哦，若是问你，你会晓啥？你就讲你全部拢会晓，知无？啊，不过，俺是讲白超家哦，你嘛知影哦，我也袂晓半项。哎呦，即摆社会上人哦，变就是骗来骗去啊，像遐个哦，伊一世人找无头，我是枵死的。阿母，你不要来哦。美英姐啊，我想不就会迟到了，我先来去哦。碧莲啊，阿爸再见。再见。哎，啥人搞的？无账，无钱啊，唔见去找头路。会记得哦，三更啊哦，我就要吐出来啊。有啦，我怎啊来找头路啊？嘿，啥？我第一看到鬼，还敢唱歌呢？看到鬼，我伫当时咧唱歌。嘿嘿，卖假啊啦！还怎唱条白牡丹了？哈，佫袂歹听了。哼，等人转来哦。要受骨嘞！我唱歌遐尼侪年啊，连我的豆腐你也想要吃？哎呦！死老婆了，佫受骨嘞，佫受骨！歹势啦，歹势啦！佫受骨嘞哈！快走啦！水坤到处应征工作，但因他什么都没做过，既没学历又没经历，当然没有一个老板愿意用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伙计。尽管女儿美玲耳提面命地交代水坤要见风转舵，但最惨的是水坤连说谎都不会，以致处处碰壁。一想到自己和女儿的生计问题，水坤的心情真是沮丧到了极点。要动头脑，我也无法度；还要做初当的，我阁无迄个气力，我阁会用做啥？Thank you.
东西呀、啊。阿你都有钱哦，遐紧可怜。碧婷，阿爸，你这是创啥啦？我叫你去找头路，你说来这做去吃工分？不是啦，你到底是不是查甫人啊？不是，你误会阿爸。阿爸，你做去吃啦？阿爸哦，拄啊钱哦，拿去吃。阿吉米甲饮一个哦，饮无吃起来哦。当初时，你不是坚持讲查某囝你娶，要给我娶，都敢让我当心坎挂保证，讲你绝对会让美玲幸福，袂让伊过歹日子。结果嘞，你话讲啊遐尼啊好听着，即卖你来才做去吃人饭，啊？你误会啊啦！较细声呀，我唔是。好佳哉啦，恁老母吼早就让你气死，啊那无吼，那让伊知影讲伊为伊个孤囝。竟然伫咧遮做乞食人分哦，就算讲伊有十条命嘛，无够伊死啦。我相信讲你也都会记得的，当初是恁老母死万唔万客表情啦吼。拜托伊啦，啊你莫阁讲啊。是我较衰啦，我吼十几年的青春哦，都白白浪费伫你的身躯顶呢。这吼我都莫甲你计较。啊，这个钱吼，算我拜托你，赶紧嫁我吼，将婚离离的啦。啊，查某囝，我要娶走啦。我无爱啦。丽丽，妈妈已经叫我来叔叔讲好啊，要带你去过好日子呢。我无稀罕啦，我若是无在阿爸身躯边吼，两天伊就夭死啦，我袂用离开阿爸啦。我安尼讲，当初是你先放生我呢，我无可能对你走啦。丽丽呐，咱嘛无将你放生啦。妈妈只是选择要过较好的日子，安尼尔。你到底有爱过阿爸无？当初嫁伊是为虾米？为虾米争取到要对人走？对甲迄个阿多啊！你根本就是为了钱嘛！欠你遐个钱哦，下集哦，拢都还你啊！阿爸，咱会走啦。美玲，等一下我。美玲，等一下美玲啊！阿爸，你哪会无志气好无啦？去行啦！哎，不是啦，我无我袂记起啦。快过来。对人走哦，莫是我想无路哟。阿爸，你实在是真软弱嘞。奇怪，那不是无人住，哪有囡仔？无本事把囡仔带来遮耍啊！这平顶都无路，安怎阁走去？我看这来不定算啊！啊，规平顶门锁起来呢。哎呦，阿爸，你莫遐尼侪时间去管别人代志好无？啊，你代志你遐尼侪，还搁要管？行啦，你来啦。想袂开，啊无若走伊，我搁找着有啊。两个人要做伙，那无法度真心相爱，勉强有啥物路用？啥物件？这老的嘛无路用啊。落来小小点好啊。你才是不吃查某。喂，你，你看我伤心啦。
啊，这栋公寓明明都人住的，把它省内公寓。我这水电，听那些拍算。一个随手不经意的举动，一份父亲对女儿的心意，水坤当时又怎么会知道，这样一个看似平凡无奇的音乐盒，竟是开启他与另一个空间交集的引线，并将进而彻彻底底地改变他往后的人生。娘啦，咱无钱啊！
还有困啊？越来越感觉到事情的不对劲，于是再次将音乐盒丢掉之后，直奔庙里求了些符回家张贴，希望能和隔壁那地狱来的方林拒绝往来。婶的介绍之下，水坤来到工地应征，但却遭到工头的冷眼对待。然而意想不到，工地的际遇竟是他生命的转捩点。哎，大伯，大伯你，你来顺交队啊？是啊，阿哥聊完工咧，阿廖你请恁看这是一定爱挂的啦，那我一出国回来，你的进度变得那么慢啊？你是有在寻无啦？是因为一出去，你就跟他空空的先无管啦？有啊，哪会无？哎呦，那物件放在遐，想要做事啦？那个谁啊，去给搬走啦？我，昨下伊在叫你寻物件，紧搬搬的。哦，好好。Thank you.
我现在一定不知道。更加行哎，对了对了，你刚我发你药出去，你降低降低，那目睭有够恐怖了。那是阮翁哦，特别为美国买当阿孙的整容玩具啦。哦，整容玩具。跳跳跳跳有你出去买了那是有用刷的看啊哦有用刷看的哦不过阿桑别说你这间都没人住前几年巴拉金的儿子他早在我们家想要对我没礼貌我坚持要过所以巴拉金就怨我的伊唔知讲，遮拢无人住。哦，是安尼哦。阿桑讲哦，因囝结婚了才搬走，原来是共骗的哦。啊，看我平常时啊阴阴啊哩，嫌苦哦，我都毋捌看过你母仔囝出门。啊，就因为阿孙身体无好啦，啊，佮加上我之前做官差时阵，生活比较较无正常，所以我母仔囝。当时厉害颠倒病，啊，大部分暗时才有出门。嘿，真正你做官差了，嘿嘿。也唔过，我哪敢那无啥印象呢？啊，那因为我刚出过一张手片尔，较无人知影啦。哈，还真足厉害啊啦！想袂到。我会晓歌星带厝边啦，你生活一定足趣味的吼。会用安尼讲，其实对我来讲，上大意就是我当实在阮啦。我会记得，我拄出来唱歌的时阵，伊逐天都来歌厅看我。后来阮就交往，
迄、那个因阿爸哦，就是送我礼物啦。所以哦，你记忆了后，就退出歌坛，对吧？电视拢安尼播的。阿爸，你是问煞未？不过无礼貌的，第一天见面就无人喊一问题。对哦，啊，歹势啦，啊，我着较无奈，啊，较惊鬼啦，所以哦，我问不清楚啦。是讲哦，这两天啊，安尼疑神疑鬼哦，造成你的困扰，歹势歹势哦。你嘛知哦，胆小鬼。对啦，啊，你电话一直死一直死，你都袂艰苦。啊，着阮翁即阵仔拢无转来，啊，我又搁袂晓修理，所以着只好放我来死啊。我会晓，交我处理得嘛，哦。换一只电话机啊，尔嘞！看这双手啊，实在足含慢嘞。啊，干个代志都要靠阮翁，阮翁若是无伫我身躯边，我就无讲规天煞毋知要创啥。不过偏偏哦，阮翁是生意人啊，比较比较无闲，伊也常常出国做生意。参像即摆啦，伊搁去日本出差一个月，啊，厝内底一寡小代志吼。拢是阿孙替我处理的，啊，不过哪讲，伊嘛是一个囡仔尔，好在家在有你。无遐啦，无你讲遐好啦。啊，自细汉较大汉哦，我当代志嘛做袂好咧，伊来家暴我，我煞会歹势了。其实哦，我甲你同款，什么代志哦，拢嘛必然你甲我发落的。我真唔相信，你想欠伊啊吼？水坤终于撞破隔壁住的是牡丹母子，连日来的担忧害怕一扫而空。而或许是因为地缘关系，或许是因为两个小孩做玩伴的牵引，也或许是因为两颗寂寞的心需要互相取暖，两家四口的往来逐渐频繁，对彼此越来越了解的同时，许多的秘密也即将随之掀开来。喂，阿妈，你干哪去啊？你无早休息哦？怎样啊？你找我什么代志啊？你请吃饭啊？啥？你要跟离婚了？这今日倒需要问我，参像你这年啊无出脱着，刚刚要叫我带你一下吃苦心。前几天吼，你看到迄个查甫人是我未婚夫啦，啊，你若无跟我离婚，我要怎跟伊结婚啊？莫安尼啦。啊，无遮久啊，加减有淡薄感情啊。哎呦，谁甲你这无路用的查甫人感情啊？你到底是要签唔签啊？你歪签啊！大嘴吞啊！你莫甲我搞到你啰嗦哦，叫你签你就签啦。你家想看卖啊哦，你当初是做生意做失败，将你老母拖死啊都无够心。你家看卖啊，你即摆连你家己的三顿都无得啊！你是要安怎叫人饲母饲囝？哎呦，你这个插头，你是插头哦，签只个只啦，紧的啦，签啦，只。哎呦，你笨蛋，签啦，只啦，个只啦，你破。要到一张啦，签签的啦，你看，签啦，签啦。龙啊，你卖搞两看卖哦，免啊，我老母就可怜了了。这你就莫烦恼啊，这顶头吼写甲清清楚楚啦。离婚以后吼，美玲对我，我甲美玲结婚吼，会予伊一个上美满的家庭，予伊受上好的教育。你讲啥？你讲美玲对你？啊，我也无答应啊啦。
你是凭啥物甲伊讲唔答应啦？哎呀，我若你讲哦，美玲对我是减轻你的负担的，你倒去甲老细道谢。安尼啦，拜托的啦，莫跩走啦，我唔想你死。哎，你是要出啥？莫甲我乱聊嗦。阿爸，你等下啦。我讲你好，你放开啦。美玲啊，你等下啦。你来创啥啦？美玲啊，妈妈吼是要叫你跟我做伙住啊，我吼叫你去一间足水足水的别墅，好不好？啥物叫你去啊？一阵住房间哦，我嘛歹叫你去啦。哎呦，美玲啊，这件代志嘛不是你会当做主的啊，我跟你阿爸去离婚啊，这离婚书顶头写到清清楚楚，离婚以后你对我、啊。阿爸，你怎安尼做啦？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写啥啊！哦，你真正有够憨的，无看清楚就乌白签字，都一天乌龙白去哦，家己拢唔知啊！哎呦，你阿爸迄个倒戆的吼，无一天欠过啦！来，美玲，带我来去啊！等一下，你的书先看卖，谁敢是骗我？美玲啊，啊，我当时捌来你骗过啦，来，你看卖啊，这连书吼顶头写个清清楚楚啊！你两个大细声，连我才拢听到啊！你该做的事我这么侪年，日子一定真歹过哦。嘛不是安尼讲啦，啊，阮某的个性虽然讲硬，啊，不过阮拄结婚的时阵嘛足好个啊。阮阿爸哦，放一间干妈店给我，生意袂歹，但阮的生活过也嘛足好个。酒阁袂歹饮了，你后壁遐酒哦，拢阮买转来。伊讲年份愈久，酒愈贵，也毋过嘛愈好饮。你若该饮吼，加饮寡，免客气。过来咧。啊，阿个，迄干妈店吼是阮阿母咧管的啦，为了伊着较智慧，放我看。啊，毋过阮某。讲叫我做较大个，啊，啊投资一寡别个生意，啊，不过我资金就无够咧。尾啊，我甲厝价也提予伊，啊，叫伊去甲银行贷款。结果，讲到这就见笑。喂，啊，多谢。尾我投资失败，那阮阿母死计替我装钱。我也伤忝，怎么半边死的？阿公某，伊无到今时种艰苦的日子，我也嘛走出去，是讲安尼嘛好啦。这几年伊对我辛苦拼，日子嘛无好过。安尼哦。甲正经咧，我哪有可能欢喜啊？我心情无好了，你说定比我较济。你会记哦？我甲你讲，阮翁去日本出差，结果我今仔日去菜市仔买菜，
我竟然看到，我竟然看到甲查某人做伙，嘛伫遐买菜，袂见笑。你是真正袂计较，苦，是足苦，我唔对啦。哎呀，不过你酒莫饮莫济啦，饮伤济对身体无好啦。我哪会袂生气？伊规天跟迄个查某做伙，根本就无咧插我，无咧管我。对伊来讲，我无好敢有差。我规日。我哥哥你没有死哦。丽玲啊，功课是写好了没啊？写好啊，阿爸，你不是搬检查？哦，我煞袂记哩。哎，无得啦，歹势哦。啊，无，阮先来转啦吼。啊，你甲阿叔啊，较早休困嘞吼。啊，这酒莫啉伤济啊，歹势嘞吼。牡丹心里的郁结，鲁顿的水坤自是无法疏解。然而他也自顾不暇，残酷的现实终究逼得他不得不面对。我都挽回什么啊？敢不是嘞？我伤心的袂使哭啊！我就是讲，我是这世界上上爱可怜的人，结果你比我较惨。其实，你会当认真打拼做工课，
等到你有能力的时阵，再甲美玲接回来就好啊。那时阵天天要讲啊，啊我爸爸有啥物卵用？好啊啦，你搁哭落去吼，看到你爸爸今就滚落来甲你骂啦。我要哭，要哭，我做过什么来干嘛？那是要哭啦，是吧？我今麦这个头路，做一工休三工，阮爸仔囝到早班的要死，我看也是另找换头路好啊。嫌过哩，我无做这個，我是要做啥？我现在就看到哪有可能误会？
哪里？是阿顺生日，我去找伊，叫伊着爱记得回来出家门口。结果，我竟然看到伊甲一个查某人做伙，手阁无一红个啊！电话还有够有少，我去找伊哩了。你竟然敢出这种话我！辛苦过要陪我辛苦边，一世人为你开我，哪会离我陪我？你哪会甲你做？哪会甲你做啦？自讲是安尼哦，你嘛莫想袂开啊！你若是啊，阿孙嘛是要安怎啦？哪敢哦？好的查某阁足侪啦，阁找一个就好啊。好的查某啦，敢有诶？啦，啊！你边仔就一个啊。你唔知影，你唔知我对伊的感情的怎样。我一直等伊回来，我一直等伊回来跟我团圆。我明年无伊，我明年无伊，我明年无伊啦。真有够无意思，通把名笑一下。白天从不露面的牡丹母子究竟是人还是鬼呢？这一幕景象勾起了水村妇女当初搬进公寓的种种诡异现象，在幻视扑灭发现只是虚惊一场后，他们鼓起勇气去追查真相，却没想到得到的结果只是让他们更加毛骨悚然。啊，无恁搁想要安怎哈？拄只母子他妈火烧厝，害我紧张一下他妈死嘞！你是想要安怎？歹势啦，
啊对啦，你敢知无带因搬去倒位？经过一暗暝咧，因厝哦，敢若足久无人住来了。恁太歹无带啊！搬来了，就定去无带因倒耍啊。啊，你有啥物听我讲？已经就无人住。恁看着鬼啦！迄间厝本正就无人住啦。恁爸仔你着够啦！哪安尼啊？哪安尼啊？记得干呢吼，我著甲因讲事实啦。十多年前，牡丹因人阿母确实是有住伫个遮，后来嘛有生一个后生啊。三四年了后，规家伙啊，煞无声无息搬走呢，啊毋知搬对倒位去啦。无偌久吼，啊就出现一挂奇奇怪怪的现象啊。啊，住伫个遮徛家的人哦，阁有看到鬼啊，逐个搬走了了啦。我都唔知道要去倒位啊，唔只老店的遮。家墙里头埋的尸骨究竟是谁？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但在这诡谲的答案中，竟然又爆发出另一个令人更不解的疑惑。姐姐，你看嘛，这是我的菜单，你看要点什么菜？我慢慢来，好不？穿规身躯拢白色的洋装，啊，一个弟弟，差不多七八岁啊。阿爸，你毋是要陪我过生日？阿豪，明仔载是阿孙生日，你等下要陪伊出去佚佗。我不管你咯，我不管你咯。你看到，你看到。
开啦！赶紧啦！去紧啦！人呢？啊，你不是讲人呢？我咧只，这两半人呢嘛无。哎，莫代啦，我希望你赶快把我放出来啦！啊，我老三的代志，咱这个承受啦哈！啊，你就是代志棍啊！